下一支第七乐章，这个应该在台湾也很少见。嗯，好，我们就整个系列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好，这一支叫做什么？这支您说名字吗？名字，它就叫七，然后就翻译叫第七乐章。第七乐章，对。那它也是蕨类。对，也是蕨类，就是。而且有一点像乐谱的那个音符的符号这样子哦。对，是不是乐章？对，算是这样子。这可能要问雅顺才知道。对，或老师，老师，老师也是。哦，对，老师也是音乐老师。嗯、对 ，OK。他们可能看到这个，就感觉就手指就要开始弹起来了。哎，好，第七乐章帮我们打开一下，测试一下第七乐章。这个台湾很少见。对，很少见。我是因为 Louis001 男香女香卖的特别好，所以我才想说把这整个系列都进进来。都带进来。对，那我们昨天闻的是001的 EDT， 对不对？事实上它有 EDP 哦，嗯、那可能又不一样哦。好，打开，哦，蓝色的，哦，蓝色的，哇，哎，真的很酷哎，很漂亮，很少。你看我们昨天拍的，它是透明瓶身，然后配原木盖，对不对？那刚刚那一只是黑色，这也是50毛，这也50毛。那这个是50毛，这50毛，五岁不？好，嗯、还蛮漂亮的。嗯，对，特别这样子搭配起来是蛮。嗯，比昨天的好很多。是吗？我必须老实讲，对。昨天也不差。嗯，对。好，试试看，盖子也是很有感觉，这对。果然是第七乐章都来了，就音乐就响，音乐就响了，电话就 call 了，已经有人打了，已经有人打了。嗯，这个很妙，是不是很奇妙？你知道怎么讲？对，这个讲不出来。所以我刚看了一半之后，我说我们直接试。它的前调是胡椒跟苹果。嗯，你说胡椒，我觉得有那个辛辣感，但是苹果苹果没有出来。对，有苹果。这也是一支木质调，是木质调。然后中调是玫瑰、铃兰、橙花油、粉香，后调是雪松、香根草跟麝香。好妙哦！有橙香味。这支跟刚才是不是定位在南香？他们算定位在南香。嗯，这是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南香。这要怎么形容这个木头的味道嘞？它有一点从潮湿，然后后来慢慢的晒干的这种一个过程。我觉得它是一个先切下来的木材。哦，你觉得是刚刨开的木材？嗯，对，就是它刚锯断的，那个刚倒掉。就是它还带有那个潮湿，就是它还是对，它是潮湿。活的时候的潮湿的感觉，然后因为。有些木材它在被剪断的时候啊，会就是会有点蜡感，对，因为它可能有些像是樟脑树，它可能会有它的樟脑油，那个蜡感被切断之后，它会被喷出来的那种感觉，对，是，所以它果然呈现的很好，就是这个表达就是蕨类这种潮湿感，对，嗯。所以它盒子上图案都有，是啊，都是个蕨类的样子，没错。如果这一支，豪哥，你觉得适合什么场合？其实这一支因为没有我想象的这么浓，虽然看它的香材都是，我觉得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四季都可穿。OK。然后，它比昨天的更有深度，我觉得这个香味比昨天更有深度。可能昨天的需要叠啦，这个可能不需要叠，直接单喷就好了。那去哪里？出去哪里的时候？去户外的时候，我觉得去户外的时候，对，去户外的时候。那一直呢？一直觉得这会在哪里出现？我。一直有满满的那个在逛
三义木雕节感受，对，就是出游可以啦，可能就是出游啊，山林，嗯嗯，对，嗯、是对，类似，类似樟树味道。樟树会吗？你试试看，就山林溪，山林溪。酒桶，带果香的酒桶，嗯，木香木桶，果香木桶，再加一点微醺的那种酒香。是哦，你反而闻到酒香。对，酿的那种，就是。哎，好了，去做你的事。对。小帮手被赶走。对。OK。是香啦，就是这也不累，不是累的味道。对，但是对我觉得可以买回去试，因为这支也蛮特别的。这个系列都让我觉得它就是隐隐悠悠的，嗯，好、哦，它并不是非常的，你让你就觉得哎、欸，我有喷香水哦。对，不会有那个特别味道。哎，所以商业香来，夜市里面烟过的李子，对，李子呢？很小的灰色，像小水，很小的水，然后淹过，是棕色还是灰色？棕色吧，棕色，对啊，我想灰色应该是发霉了，对啊，灰色应该是红豆丸吧？胡椒跟苹果，对，哦，你这样讲有点像哟，腌过的李子，棕色的，对，小时候你应该有点印象，或者去宁夏夜市，现在应该还有，因为外面有姜末那个，对。它裹一层有一点甜甜的，酸酸的，哦，酸酸甜甜的，非常开胃的那个。对，哎、欸，这样讲讲，我真的。对你这样说，饿了就留下来呀、啊。哎、欸，那个夜市开了，太好了，晚上要买一点回来当零食。对。OK， 我后面有闻到一点带有一点金属感，金属感，嗯，我有点闻到金属味。总之，这个系列，我给他的评价是高的，因为对，因为你的味道在外面你很少碰得到。我之前跟这个 Cindy 有一起拍他的另外一个系列，他是三支香，一起两支金色，一支银色的 ，Floral 那个，对，还有那个这个那个 Pink 的什么的，哎，木兰嘛，对，哦。那个味道你是真的是你在外面是找不到的，不会，绝对不会重复出现，特殊太特殊。嗯，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们的调香师应该有运用一些合成的元素，一些化学的元素，嗯，把这些香水是你在一般的大自然界找不到的，嗯，把它聚集起来。我觉得这两支也都有这个特色。可是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化工感，没有没有，完全不会，就是很厉害了，就是艺术性质很高啊。对，哦，以商业香，我觉得这个牌子还真的是自成一格，是，完全没有差不多类似的。对，它算是商业香里面带有走自己个性的一个一条路了，哦，算是有市场区隔啊。OK， 我很想好好的把这个牌子系列再好好推给大家，好吗？那。有任何问题，欢迎你底下留言。那我们会努力的用我们最简单直觉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一支香水呈现什么味道，这样，嗯，好吧？以两个木质调的这个老饕爱好者，你会给这一支大概几分？以商业香嘛，商业香，因为它真的是没有差类似的味道，没有类似，我给它80分 ，OK， 算挺高的。那以这个女生喜欢木质调一支，你？大概0到10会给他多少？我觉得，因为他对我来说还是会偏使用在男生身上，会比较更合适一点啊，嗯。对，所以我可能给他个70分吧，因为我自己不能用。Okay. 哦，他是不是你觉得他是比较偏男生？对啊，但是如果我买的话，可能就会只他拿他来狂喷我男朋友。啊，你给我过来。Okay. 对，好 ，OK， 好不好？希望两位喜欢木质调的专家跟你们介绍这一支。会喜欢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